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在7月8号播出的《快乐大本营》中，有粉丝上台后怀着紧张的心情看着陈伟霆，虽然害怕，但还是鼓起勇气问出：“伟霆，我可以要你的电话号码吗？”并且大胆告白：“我是一个超爱你的人，比这里所有人都爱你。”但在这过程中，陈伟霆时不时看着旁边的赵丽颖，都被摄影机捕捉下来，而对方似乎也带有一点“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啊”的表情回应。另外，陈伟霆被一名男粉丝问到，在你合作过的女演员里面，有没有哪一个是你的理想型呢？看着粉丝偷瞄旁边的赵丽颖时，自己也忍不住转过头去看了一下，接着害怕尴尬的开始做起伸展操。这时候一旁的赵丽颖递上气球锥子，他就赶紧打了一下。在主持人何炅和现场的起哄下，陈伟霆还是回答了男粉丝的问题。他说，首先作为一个演员，你必须得专业，就是每拍一个戏，你就不能说这是我的理想型，又说那不是我的理想型，那不能这么花。但拍戏你不投放一点感情，戏又出不来，你明白吗？似乎巧妙地承认对赵丽颖有一些感觉。一关过了以后还有一关，接下来的女粉丝一上台就问赵丽颖，你合作了那么多的男神，我也想问一下你的理想型是谁。旁边的陈伟霆也赶紧救援说，你可以把我刚才的答案重复一遍跟他说好了。他可爱的比了手势说复制贴上，但并不管用，只好说此答案无解。虽然没有明显的动作或言语，但现场也是被两人之间微妙的化学反应弄得非常有爱。赵丽颖、陈伟霆也随即登上微博热搜榜。